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多格宠物测评。拉布拉多智商位列世界犬类第六位，个性忠诚、大气、憨厚，温和、阳光、开朗、活泼，智商极高，也对人很友善，也被越来越多的家庭饲养着。但是拉布拉多巡回犬和拉布拉多猎犬到底区别在哪里？随小编来一起了解下。实际上，拉布拉多的全名是拉布拉多猎犬。拉布拉多是一种擅长辅助猎人打猎的犬种。APC 将拉布拉多犬归于运动犬种。运动犬种是一种善于帮人猎鸟、善于与人亲近的狗狗，而正是与其他枪猎犬称为同一组，很快使拉布拉多犬成为有钱人狩猎时的最佳良伴。而我们所说的拉布拉多巡回犬，其实也就正是因为拉布拉多的反应灵敏、聪明好动，能领悟主人的意思，因此拉布拉多猎犬也被称为拉布拉多巡回犬。也就是说，拉布拉多猎犬就是拉布拉多巡回犬哦。因此主人们也就不需要问拉布拉多猎犬和拉布拉多巡回犬区别是什么。总的来说，是拉布拉多巡回猎犬。拉布拉多的思维敏捷，非常聪明，并且领悟力强，因此也会被选为导盲犬哦。导盲犬或地铁犬及搜救犬和其他工作犬的狗品种，因此拉布拉多猎犬、拉布拉多巡回犬、拉布拉多导盲犬都指的是我们全能的拉布拉多同一犬种。好了，本期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啦，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到评论区里讨论交流哦。